大哥非常三国之啊，是飞哥在台视，不得了！今天啊，我们的挑战赛的是啊，音乐教室挑战赛呀！谢谢大家今天的来宾啊，先欢迎我们的新龙哥，非常有荣幸，是算有把握了，对啦，应该是可以，但是我很紧张啊，你的，你还好，你没事，真的吗？你感觉就是像刚睡醒一样，没什么感觉啊，对对对，当然也要欢迎我们的吴亦菲美女。女真的礼仪，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。今天啊，班主任在这里啊，看到了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啊，很难得啊，丫头，你吃到的饭，你为什么不可以留？今天啊。班主任在这里啊，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啊，是不是？就是观众朋友们呢，哎，怎么转怎么转啊？都是看到飞哥啊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每一台都有飞哥没错，但只有我们这一台可以中飞。今天要考验各位的音乐素养哦，今天各位对音乐要敏锐一点点的，观众进行道具卡争夺赛。 哎呀，不得了了啊！各位呢，眼镜前面呢都带着一颗 lucky ball， 对不对？这个 lucky ball 呢非常的重要嘞。等一下呢，就跟我们道具卡挑战赛有很大的关系。哦。什么关卡呢？等等，赛国颂率先将 lucky ball 甩进杯子的人即可获得入围卡。好难得啊！现场的人应该只有我入围过吧？ OK 的，入围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小孩也有啊。奖金就等级不一样吧？对，等级完全不同，但唯一相同的就是都没得奖。各位了，所以等一下，大家眼前的 Lucky Ball 呢，率先甩进去杯子里的人即可获得入围卡。啊！哎呦！班主任就跟大家说明一下啊，等一下的过程中呢，手都不能扶你们的眼镜、杯子跟球啊。道具卡分多少？预备！ 进了，进了，进了，没有了，我没有练，管他的，哎呀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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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进去了。张同学，来，张同学，我没有偷练的。那比赛呢？是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比赛是这样的，我一年多才拿一次，对吗？开始就是开始，对，开始就开始。恭喜张立东哎，对，获得入围卡。我真的啊，真的，真的，各位，至于入围卡是什么作用呢？上上车告诉你，乱偷。你很棒的卡牌啊！啊，搏一搏输了，搏一搏输，偷练也搏一搏输了。这张卡超好，超屌，真的吗？超屌！看，我平常最欣赏就一百。而且他们等下会求你。我们节目是这么公平性的节目，怎么可以偷练可以过关？偷练也行哦。我想 PTT 的网友很快，他是偷练得到我们的任务卡，虚报他。哎呀，恭喜立东获得我们的入围卡。入围就是肯定，两个没有，入围就是入围，得奖才是得奖。对，而且你那个入围算是走后门入围。对，你记得偷练，偷练是这样。立东，你记得你看好这些人嘴眼。对啊，我想要知道这个卡到底。人生只有这次入围了。入围卡。注意你的嘴脸，其实我觉得立东这个入围真的蛮不错的。什么？很好，是不是？一妹，一妹，一妹就会讲话。立东，我以你的名字为荣。
那你改名，你叫赵立刀，赵立刀，我几岁？赵立刀，以前是赵立春，你不会讲这种话。我以他的名字为荣，就是说我愿意做他这个好的朋友，而且他的名字，人家讲说，哎，张立东你认识吗？他是我很好的哥们。哎呀，对，我都带他去宜兰露营，我都没跟他收车。那是因为你，那是因为你自己。你们这些人都太吓人了。各位，哎，入围卡什么功用呢？什么功用？就是你在两 round 嘛。每一 round 你常常说我要用入围卡，你就可以选择除了你以外的三个人，这三个人才是加上你四个人才能抽 lucky ball 跟大马球，其他人等于被禁赛。哇！所以四个人抽的几率很大，所以闯关也剩四个人闯关。对啊，太少了吧？两轮呢？然后一样，我们会把那个号码全部踢掉，只有四号。我不相信他会用跟一个 lucky ball。那他是一个重团队荣誉的人，他不会用，因为他的节目时间不够长。他说你用四个人喜欢你，十八个人讨厌你，讨厌你吗？说算了一下，四个吗？对啊，怪事。哎，第一次聊，我到现在也听不懂大家问什么。等一下，你是等一下，早上去运动。听不懂没关系，口袋有带钱就好了，很正常的。他有钱吗？他很有钱，他中乐透啊，四亿，好不好？啊、等一下要去观察了。最那个台湾的一直以来啊，团体里面很多人都用数字来取名字，都五五六六啦，183啦，啊什么911啊，基朵花831啦，对不对？831有一首很红的歌叫《翻白眼》，对不对？他东东区跟翻白眼，对不对？这一块就跟翻白眼有很大的关系了。什么关卡呢？等等，需用手将金币翻起并使其落入元宝内，率先达到指定数的人即可收工。这简单，这简单，这个简单啊，这个要用喽。对。我们这个时候变我们，你有两 round 的机会，你不必用就先用用看。对啊，对。那你选择另外三个 partner 是谁？对，那我要回家。那我就决定先用入围卡。漂亮！但是关键了。对，哪三个人？而且我要看大家的表现，只有被你选到的人才有机会抽 lucky ball。自己拿，因为今天的 lucky 卡什么？自己拿。哎，立冬，我跟你讲，你在选人之前，我先让你看 lucky 卡长什么样，好不好？对，第一张，来自装备，一定是奖金钱呢。来下一张，好，下一张。金曲奖是烂奖杯，奖是钱吗？没有，奖金吗？要猜，因为有可能是好，有可能是不好。哦，下一张 ，K 歌之王。哦，这一定会被打走。哦，下一张，主任卡烂，主任是主任，扮成主任的样子，已经有小鬼的地址了。主任应该是哎，但是主任可能会有权利哦。基隆卡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过董事长卡、制作人卡啦？还有董事长卡，董事长跟主任差多少？主任是小主任而已。哎，各位，下一张，来，台湾有嘻哈，我觉得那就烂透了，我觉得不行，真的不行，一千万嘛。你们现在哈抱怨很多啦，为了值你们抱怨，下一张给你们好卡，来，现金5000块。OK， 后面还没一张，干嘛？5000块能干嘛？我也觉得5000能干什么？对，这给你们10000块。对耶！来，立冬，他使用了入围卡，你可以选三个，三位嘛。然后我们球哈会一个一个抽掉，只有四个号码的球跟一颗 lucky ball。只剩下四颗球，我现在就等于是卖名额了，对不对？四个号码跟一个 lucky ball， 你现在要看有没有人要自我推荐的。来，东，谢谢。他没有收工卡，谢谢。哎，奖在送你回家，我可送了。来，立冬，哎，大豆哥，谢谢你，爱你，兄弟嘛，对不对？你要花多少钱？你的嘴型，五千已经说什么？三个没有，第一，你跟着第一轮送我们一个晚上。如果觉得吃到吃上瘾，吃到一路，真的，我加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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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提议的我就不选。哎呀，哎，第一关我们要让画面好看，对，一定要三个对啦，你们玩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不要给张立东钱，反正他迟早还是要选三个啊。哎哎，对，对不对？不要给他钱。对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之前都玩那个，好粗，你北青啊，上面不讲的，节目这样做的。你不要用啊，你不要用入围卡。对，
是要用卡的，你用都不要了。你要用，你就先不要三个，给今天新来的来宾有没有？你配这种漂亮，收视率又高，谈钱太伤人，我们谈的是爱情。谈爱情，爱情，张立东，哎，先选择你第一位要入围的人是谁？哎，他一定得要选三位，对啊。第一位来摆，你们可不可以安静？第一位要入围的是，第一位要入围的是，因为李毅哥刚刚是最早。我要花钱，哦，他现在没有两千块，今天你也没有要花，你钱包也收钱，对，你钱包也收钱，快点拿花钱，你一定要来，你要辞职了啦，你要花钱吗 ？Costco， Costco， Costco， 不行，这而且要点鱼这种啊，鸭头这种，鱼配这种，第一位入围是第一位了，第一位是，我还是要给我，算是我前辈，给玛丽，漂亮，真的。因为玛丽比较不会过关的，没有，因为今天，因为今天也没有央央，也没有梁宇，没有央央，没有央央，所以我搜寻了一下玛丽，来，那第二位入围的是谁？第二位入围的，对，我觉得快一点，速度快一点。但青龙哥确定淘汰。第二位，第二位哦，我要给平常最照顾我的，谢谢张立东，鲶鱼哥。哎，我照顾你，看我吧，我老照顾过你。哎，各位，下午我昨天还照顾他嘞，昨天就是你照顾他，我昨天照顾他一整晚，我发现。我好像对他有点感情，不得了了！哎，我都不知道鲶鱼有来哎。最后一位入围的人，他只剩下一位了，好慢，太有感觉。我想张立栋，如果最后一位你没有选纳豆跟你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一辈子大概不用。他有两 round 啊，下 round 可以选。对啊，对啊。那我就看你要选哪一个。最后一位入围的是，我跟你讲。那个想要试吃的，因为我这辈子最讨厌试吃的。第三位入围的是，入围的是余佩，漂亮，余佩，哎，美女，余佩，你有耳不耳啊？来，各位，没有，因为你们太多抱怨了。哦，都没有讲。总共五颗球，四个号码，一颗 lucky ball， 只有这四个人可以抽。哦，你先抽，平常不要这么好的。你要回家干嘛？有病哦！昨天不是你们又不，你们现在不急着回家。好恶，叫吴玉佩。那为什么要有吴玉佩啊？你讲原因一下，为什么漂亮啦？为什么选玉佩？因为我不喜欢话多的人。来，玛丽，玛丽，来，玛丽，玛丽。你要让给我吗？让给我。哥让给你。哎呀！哇！你要先抽，还是先抽？对啊。立冬先抽。八吉波。哎，我跟你们讲哦，两颗你也抽，万一哦，万一哦，鲶鱼也没抽 lucky ball， lucky ball 是我的，对对，没错没错，来来来来来，鲶鱼你给我抽到鲶鱼， one two three， lucky ball， lucky ball 啦，没救，二分之一，抽不到，抽不到，抽不到，加油，抽不到，他今天没抽，快 ，lucky ball 啊，没抽到，好烂，没抽到，没抽到，我的。没关系，太开心了，各位，回味已久，我又抽到 lucky ball 了，太开心了。上一次我抽 lucky ball， 我拿了16800，这一次有10000块，我要先拿，不得了。cosplay， 抽一半，抽一半，抽一半，你当，大哥，你这么听我，抽一万拿2000给你，漂亮。没有那么多两，大哥好棒，大哥好棒。大哥，我相信你，你告诉我一个号码。三，超傻不是错啦。赵哥这么听我，赵哥这边最近，赵哥这边最惨的，我就三。赵哥是最常 cosplay 的，没有，他帮别人选蛮准。好，三。确定了没？确定了，三。飞鸽之王之类。一万，我要拿2000，我来中，我中10000，我分中个2000，中5000，分你1000，一、二、三，赵立东，我出1万给你。赵立东18000又可以找回家，赵哥可能是18000，兄弟情，又来了，赵哥兄弟情，剩18000了，我出2万，2万。你的手被撕开了，兄弟，兄弟，
三。超爽不是爽啊！赵哥这么挺火，赵哥最近最三，赵哥最近最长，我就三三。赵哥是最长 cosplay 的，跟你讲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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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帮别人选蛮准。好，三是什么？我们还有玩 cosplay， 我觉得玩的是绝世奇。确定了没？确定了，三飞哥之王之类。我觉得一万，我要拿两千的，我看赵，我赵一万，我分赵哥两千，赵五千，分你一千，耶，一。二三啊！一万三万！哎呀，太爽了！真的一万，太爽了！我分析一下张立东的心情，好值哦！拿到入围卡，他觉得什么都没得到，认命，然后还要他拿两千，没有他好棒哦 ！Yes， 开心开心开心！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哎呦，发号码一。我跟赵哥有一句话要跟立冬讲，就是一二三，谢谢立冬。没关系，现在欢迎收看全新一季的《综艺三国志》，四个人主持，好可怜阵容，对吧？我有点伤心，狂掉。哎，双明，双明，我是双明，我是双明，各位，给你来，你立冬下来，好，以下这段话。你们去玩你们的事情，跟这四位讲哈。哎，等一下这八个金币哈，只要八个里面拍进去三个，你们就过关了。好，第一棒我一拍请就位。好，这感觉准备。八三，抽他一拍腰。看你要计时吗？不用计时，不用计时啊。预备，一颗，哇哇，一颗，哇哇，哎呦，你不能回家，你不能回家，白痴，不能回家，白痴啊。你为什么要选？我跟你讲，你为什么要选他？我喜欢你的啦。对啊，不配，不配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过关的话，你可以回家，但是芒果姐会生气，他会觉得浪费钱。来，不配，第二次。过了，不玩了，你不要过啦。黑寡妇之前这样就没来。对。Scarlett Johansson 都没有，好难听哦。Scarlett Johansson 是什么？哎，可以可以，好了好了，那我客人大概贵你。哎，好像快没了耶。哎，你有听过一句话？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你让人家好好玩好不好？赵哥，你讲安心一点。哎，好难呢。来第四，要再大力一点，要再大力一点，这个最远要大力。哦，你为什么要去教教屁啊？一贝，我跟你讲，你看一贝，我跟你认真讲，你看那个制作人已经开始拿笔跟纸了，他开始了，一贝，他吴，而且吴已经写上去了，所以他都是用红笔写的，对，来，吴一贝，下一个。大力一点，大力！贪了，过，这样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你们看到吗？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知道？你可以盖起来了，真的，漂亮，漂亮，关键的最后一颗元宝，来，到底吴一贝还会不会继续留在综艺三国志呢？请看最后一枚，你贪了，可以，哇，看到没有？纸跟笔都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漂亮！来，第二棒，请就位，来，玛丽，第一颗，预备。对，加油加油 ！Go！ 哎，是不是很难？前面四个用四个没关系，力道。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L 比发型也不是 L 比啦。对啊。跟真的跟 L 比差一点就是。哦，对，不要激他，打他们脸，打他们脸。现在怎么样？见面就要这样子啊？我们的爱是真的，我们。台下有人自己一个人回家，他说假的啦。你不能听他们的。好两难啦。有点恶魔。来，努力。不行，这样加持给你力量，这样三中二就回家了。好，我快吐了，这样也都可以扛。真的好，下个要中啊，中没中就失败了。最后一颗，最后一颗，来来，玛丽，关键的最后一颗，我们回家。效果吧，玛丽，玛丽，你用你的余光看一下制作人是不是把笔跟纸拿错了？制作人最先赶紧走，玛丽最后一颗，预备。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行啊！
等一下，玛丽，跟我握手叫我加油。玛丽，玛丽，玛丽，相识爱情的加油。有什么话跟我们广大的三国志支持者？因为最后一集出去没有，他少了一点。有没有发现吴亦佩的头发一长，剪得越来越跟一样了？恭喜玛丽过关了，太少了吧？丁东哥让我入围你的人生。所以他是急着把你赶走了。所以告诉大家，张立东使用了入围卡，一是让关主抽了一万块，二是让玛丽过关。太假了，太假了，我要对。来，恭喜玛丽过关，说了两位游览车。玛丽，恭喜你！祝你赚钱，祝你赚钱！谢谢你，玛丽，今天五千个，常来哦。没赚到钱，然后也变成没朋友。然后玛丽又这个卡真的是这什么入围卡？很可怕的卡哎！帮他制造笑。我跟你说，你等下上车那张卡。这是对他的奉献卡。遇到玛丽，我本来会抽烟的，但遇到玛丽我就不抽烟的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总是让我心不在焉。开心可以回家，我有两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呢，就是待会没有公文卡；第二个愿望就是希望综艺《三国志》我们可以入围金钟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回家，开心的回家。恭喜玛丽过关。这张卡入围卡有多好用？烂真的，这他等于牺牲小我完成大我。多烂的卡，真的。你看你第二轮怎么用？不要了啦。他第二轮如果再不用，被别人抽了 Lucky Ball 把五千抽走，他接这个卡完全废卡。真的。对啊，哎，怎么就变成废人了？没错，废人配废卡。对，我们随时可能会加。前两个礼拜还很好的，我本来很好的。哎，立冬不要怕，立冬你不要怕，我们随时会加入加薪或一路发，对不对？都会在里面。现在呢，先告诉大家关卡。玩什么了？好，去年2017年有一部电影是大众。花甲男孩转大人有没有？花甲一镜到底有没有？里面有一首歌《鱼仔》，KTV 点播一定。你呀修来修去，修来修去。没错，这首歌呢大众啊，音乐教室呢今天呢就要用这首歌致敬了哈。什么关卡嘞？等等，鱼仔卢广仲限时30秒，需正确算出水缸内鱼的数量，率先等到这个人即可收工。30秒。30秒，就是说呢，这一定是你们去逛水族馆的时候发现的。我们给你们30秒时间，你们看那个鱼缸里面的鱼，看完之后告诉我们一个数量，啊，看完要转身哦，不准再看鱼缸，告诉一个数量，讲完之后我们直接来算鱼的数量。请问是鱼缸还是这种？没有，要准确。我们每一个人看的那个鱼的数量都不一样吗？为什么？还是一样的？我们当然会不一样啊，不然第一个对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了。好看。每个都不一样哦。对啊，豆哥就会看多鱼，还那么难的，勾魂啊，勾了。好，来这一关呢，我们多了勾魂卡，玛丽可能就会回来了。玛丽等来啊。好，大家询问一下哈，我们的评审金奖评审有没有让人入围？废卡的拥有者，你还要使用这张卡？废人废卡，因为现在还心情还在平复当中。刚刚那一轮太激烈了，对，其实人财两失。然后又损失了一堆朋友，对，其实你这样，谁是朋友？因为不仁又折兵，以后别做朋友。其实你这轮可以不要用，你靠实力抽到 lucky ball， 让他们堵住他们的嘴，也不用堵了。我现在是跟大家是真的和平共处，是的，先不要用。来，好，不用了，哎，对，不用，请抽球，爱钱李易先。可怜虽然。你看看，衰衰衰衰啊！衰啊！难熬很久。不告诉我啦！赚钱丫头。丫头哇！还要数。丫头很会数金鱼，数金鱼。他在犹豫。他很会养金鱼啦。Lucky。哇！好衰，鲤鱼真的很衰。立冬考自己了，我相信你会抽到。当然。我现在心是站在你这里的。多久一点？感受一下那个温，感受一下的感觉。Lucky Four， 二号，哇，不错，也不错，好不错。Lucky， 果然没有发财金，没有发财金之后，你的 Lucky 幸运就不好了。我们在隔壁了。哦，你走开了，你在你坐前面一点的。机
六号，六六六六六六六，为我们 lucky ball 啦，前面的，我讲平常心，你只要想大球就好了，你想会，你想数字球，给大根呐，没错，数字，你看有没有？数字，赵哥，你一脸就是 lucky 脸，当然 ，lucky 王。赵哥，你看，我们要说好话。赵哥，你先抽完，豆哥，不能再 cosplay， 再 cosplay 会死。赵哥好没有动作。4号啦 ，OK 的，4号 ，OK 了，是吧？那赵哥几号？赵哥的号码是这个9号。9号，赵哥。我觉得你会抽到钱，5000块把它抽出来。对，我要把5000那，你抽2000，我准备去啦。赵哥，我帮你讲，我有。赵哥，你 cosplay， 我只希望抽到2张卡。cosplay 勾魂，要不就5000。好，有抓有 cosplay， 你只会抽到下车告诉你，所以我要定。漂亮。下车再下车，我是觉得是第三张了，挂点，5000，给我一个痛快，5000，哇，来呀，下车告诉你，限400秒，两人轻舞，由歌手唱歌，并让观众猜出正确歌名。不是只希望抽到2张卡，勾魂，要不就5000。好，有抓卡，有 play， 你只会抽到下车告诉你，不，所以我要漂亮。下车再下，我是觉得是第三张了。挂点，5000，给我一个痛快，5000，继续讲，来，下车告诉你。赵哥，没有，好烂，很少看到大家这么团结。这张卡的功用就是下车告诉你，在赵哥的新造型，请发号码音，全部都画金色的，这样是蓝色的啦，金色的。刚刚的那个最好的10000块硬去用掉啊，所以现在就开始。以前 Teddy 有抽过奥斯卡，对，奥斯卡是，这个应该是真麻将。你知道我现在看你整个是黑色的，你知道吗？欢迎来到希腊天空景观餐厅。一号，你等下转过去，我哨音一吹，我30秒计时就会开始哈。但是重点是呢，我们今天是音乐教室，对不对？哎，觉得不要 ，Come some of the music， 对不对？要来一点音乐，我觉得不要，因为这是我看过最粗糙的一次，就对。来。各位朋友们 ，Come some of the music， 欢迎金曲奖之窗。欢迎粉丝，欢迎粉丝。哎，大家，这化妆化妆是有用心的。家里看这个两个音符还有不同音阶，就是瑞咪、瑞咪、瑞咪这样，很棒。他没有画休止符。对，不知道金曲奖为什么要画这个？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啊，因为你没有入围，因为你没有入围啊。他有啊，他有出照片啊。我知道我玩了命。好啦，不要，一号，先欢迎金曲奖了。等一下，
没办法，我们鱼数都不固定，连我都不知道几只鱼。哎呦，这边转过去，我上映一下计时三十秒开始，转过来直接看鱼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地方记者是三十秒计时，预备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来，三十秒钟哈。就鱼冷静，哎，他们很冷静。二四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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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四八。来，老虎几只？老虎五只。你才要冷静吧！你要看到吗？鱼比较大，三只、两只、三只、三只，八只有一只啊！八只的有一只啦！我不要走了！好，我们时间到，来，很残酷。你先大喊出你的心中的答案，三、二、一，32、28。好，阿米亚，转身来公布答案，几只？35只。那我们这要算。18、4只，来，接棒就位。OK OK， 好转过去，可以哈。好，来，请转身，我们 setting 一下，看捞几只出来，好，捞几只进去。好，哎哎哎哎，有反光，我没有看，我有眼睛，没有，没有，你就是看你，我有眼睛，就是眼珠子，作弊的，作弊的，作弊的，我不是鱼，我又不是鱼，作弊。好，来来来，光啊，好，来。张力到30秒计时。对啊，好了，预备，预备，30秒，不好算。哎呀，把鱼放一下，我看看。你要不要稍微保持它稳定啊？不要太快，不要太快，不要稳。哎呦，放，不要放。你们看，上到半天还在26、80。哎，对对对。来，好。张力到，请告诉大家心中答案，3、2、1。红色11只。黑色，是八只，所以总共是空白多少只啊？29只，十只，二十九只，现在来公布这答案。34只，差这么多，太多，失败。你出在颜色了，你反正你色盲，你知道吗？你公布出来什么颜色什么颜色，还有绿的，还有蓝的，有的有红带黑的，带黑，对啊，都有啊。综合的鱼你没看到，综合鱼。来来，请旁边就位，第三棒这有点难。大家不要三小时，如果比这来，请转身。对啊。OK， 好，来三十秒计时。哎，这样太好算，那么少，好笨，好笨，算好了。预备，对，对，那么。天哪，哎，这样一群超棒的。对，他几群其实，那中国有一种这样磨有没有？对，聚宝盆，聚宝盆，他们会有那种水的。聚宝盆，走开的。哎，你太饱了。聚宝盆，你这样吃鱼，这个小哈尼都饿了。来来来，三秒时间过不了了，过不了。告诉大家，你的答案是32。公布正确答案是39只。哎呀，好可惜啊！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差一点点啊！你数学是最好。我跟你讲，数独这种东西哦，做生意的人，对，大数据都是这样，你要数一个小地方，然后乘以它平均，乘以几，对对，说的很好，那不是很好，这样子推算30秒一下就过了吧？都市人，都市人口都是这样算的吧？哪有这样子？好来，对，都市人口这样算，田野调查，哪一个都市，哪一个调查，知道就好了。啊，到观众一看完嘛，来，哦，梁浩会跟你讲哦，看梁浩聊一下天，对啊，梁浩跟你讲天时。那个叫阿巴乌的修女，32计时，预备。哎呀，还要现在抽样调查，他现在就是用那个倍数的，看区域啊，都大数据，你不要大数据啊，大数据，谁跑成这样？大数据，我答案了，有答案的，谁够谁够。够了吗？够了，漂亮！哦，还不用30秒，他不要，他放弃时间。来，告诉他到底几只？42只。哦，太作弊！哇塞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作弊？重来一次，怎么会？重来一次，重来！你怎么可能这么清楚？帅哥啊，帅不帅？我阿爸给我讲的，漂亮。来，去外面休息。47只，加太多了。5号，你跟他讲，你要不要继续留下来？来，5号，啊，玩到10号会不会500多只啊？不得了，我们现在，你
有带钱。对啊，可以加，可以减啊。要加或要减，加减就放东拉给你超来的。这一定啊，要加或要减。看不到了呐，累呐。我们可这一次可能是减哦，好来，怎么来？准备手快，来，十八计时，预备。我们现在都没有碰哦，哎，碰碰了，碰了，碰碰碰碰，怎么会猜得到啦？要压他底，没有猜的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不要讲，不要乱玩呐！不要讲，大家里面都变变。给他讲，很少会讲变变。告诉大家总共几只？37只。谢谢大家。37只，正确答案是。46只，哇，差超多，有这么多，这么多只，太难了啦！来，我算到我汗颜了。好，下一棒来了。对数字最敏感的人，对不对？新龙哥对数字最敏感的，因为中过乐透的男人不一样。对，他就是靠感觉。来来来，赶快，来，时间紧迫，等等，来来，不得了。哎，但是你还是要给我点提示啊。哪有提示？没有，没有，是多还是少？那就是。好，来，三九七十，预备。好，不用，不用。感应什么东西？感应，我已经知道，不是44只，就是43只。我已经，小曼，你这记忆力太差，你这记忆力太差。来，金鱼脑，金鱼脑，金鱼脑。他的帽子很好看，好像看不太清楚了。43只。40只，没有错，没有没有，我再看一次，对，再起，我这服务很周到的，加点热水，啊，加点热水，40只了，是40，我看错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可惜答错了，太可惜了，来，7号题各位，李毅三十秒计时预备。叫叫叫叫叫！我们都不闹你，聚集一起 ，OK？ 他都头都不讲了，就一声枪，就一声枪，都不讲话。好了，哎呦，不讲了，答案是33。我真的很想回去。你一直拍，你确定哦？芒果姐，那个手机拿出来。他都有拍出来了，不要不要再偷笑我哦！不改哈，不能再改。再给你多一次，再给我一次。哎，不能再说了。好了好了，他剩3秒，我们还他3秒钟，预备开始。3秒，1秒钟，2秒钟，3秒钟。好听，好，30秒，好来。35。你要确定，你要33还是35？你选一个。35。答案确定。确定哦，讲吧。正确答案是。啊！太丑了！你们要买什么梗？太厉害！哎，三秒杀，三秒刚刚这边就没赢。白三秒，你身上那么大一堆，白死了！你可以打他死吗？不然怎么能送分数呢？三秒是你们给他的，没有没有，是你给的，是你给的，是你给的，你给的，没吃哦，关主放水。关主放水，对呀，只有迟到，他先吐，你们太过来了，吐了，他吐了，你们到底是不是一家人啊？你们注意一下，干嘛了？他过关很好啊，没有了，你刚过好。你刚先讲出30，这放水太明显，他有机会就猜到30。没有，他自己讲30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对呀，你先讲呀，没有没有，我们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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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养生大补贴就是这个，哇！怎么吃小的不能吃的，他眨眼了，你们看到？他眨眼呐！这手你看你自己看。但是呢，我们只有两个人要吃，就一组一组吃。对，我真的很怕哎，而且吃了这个会长多毛。1、2、3。Come on, y'all.太明显，他有机会就猜到30。没有，他自己讲。没有没有没有。那你为什么33？你为什么会
在会想要改35，是因为他刚刚跟我说还有三秒，所以我觉得应该答案不是35，是他给你的三秒。哇，他刚刚已经选了，他要再想一下，哎，糟了吧？好，对对，我们俩在一起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屁呀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讲不公平，要把公平要还钱，把钱吐出来呀！你自己这两个礼拜，这么多钱找在我头上，没有没有，恭喜一配多分。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还钱啊！怎么还钱啊？出来了，没有放水又死了，对啊，你先打呀！对啊，你就出来钱，要还钱是吧？太夸张了，太灵活，我跟你讲，太夸张了，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这真的还钱，不懂我输钱，我下钱，还钱，还钱，还钱，对，没有用，我们要钱，你走，我们要钱，我游览车了，真的，没有，哪里方便？还钱。帽子进来，帽子进来，好了好了，不要还钱，他了他了啊，太夸张了，不还钱我不走，我们不走，不走，我们坐这坐，自己坐，太贵，还坐钱，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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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，你们真的很赖皮，而且我以前就在这个时候才会赢你，对，拿出来，为了赵哥两千，还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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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辜的，无辜的，还钱，还钱，不能还债，我们上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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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钱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还钱。太夸张！上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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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真的很没品呢，这游戏不就这样吗？就是这节目好玩的精髓啊！拜拜，加油，加油！好奇为什么我们关主不见了？原因很简单，从这个卡你们就可以看出端倪了。你看，我们多了一张高魂卡，高魂不意外嘛，因为一配走了，但一配走的莫名其妙，所以我们多了一张死而复生的10000块奖金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只能说大哥很大气的。对，哎，可是大哥只有8000，另外2000，另外2000呢？谢谢赵哥，谢谢赵哥，谢谢赵哥，谢谢赵哥。等一下，关我什么事？而且你是要问大哥，大哥，你要想，你现在2000吐还，就可以拿10000块哦。对啊，2000吐10000啊！哎，这种骗傻子的方式还算高明啊！大哥都把8000拿出来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大哥消失了。抽到就跟他拿，抽了，但万一他不给呢？哇哇！我传家主持费扣了 maybe， 我主持费就没有8000的了，扣2级哦，不能这样啦，2级你有那么高吗？我一想怎么也不见得会抽到啊，敢不敢赌的？如果真的抽到，是你的还是你的？敢不敢？敢，来回去，回去回去，敢敢赌了，敢赌了，敢敢敢，我这样哦，如果有人再抽10000块，我就捐出来。那如果捐出来吐出来，我就吐出来。那如果我再抽 lucky ball。不是抽，只要有 lucky ball， 卡都不用抽，我就给你8000。漂亮！来，各位，现在我们要前往的关卡呢，五月天，大家知道数字团体嘛？五月天要有钱，五月天的每一首歌都是脍炙人口的，对不对？最近最红的新歌叫《派对动物》，大家都知道了。这块关卡呢，就跟派对动物有关系的，是什么关卡呢？限时30秒，需让青蛙跳到指定区域内，算进成功的人即可收工。来，抽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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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抽抽。哎，等一下，对啊，还有入围卡，你们缺什么？你们都忘了，对，没用啦。对啊，这哎，你有要用吗？1/4，不是，因为我要考量，其实可以用，但是用就让他得到白痴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你要手，如果用了就有10/10的
心了，你猪啊，白痴哦！先坐这么大的，先不要，那就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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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让我抽到，拿给爆，不要，来来，不要抽到，不要抽到，没有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没有，来，随便抽都抽得到了，8000块，8000块。三号没有没有没有，不用担心，你就心里想的数字球，这个概念是这样，你心里数字，那就给你数字，它就会出来 ，Zaki Four 有没有看到？它就会变十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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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离8000块越来越近了。少伟哥，我跟你是好朋友，我把发财金拿出来，我帮你把 Lucky Ball 抽走。对对，可以啊。我抽了，我抽 Lucky Ball 抽了奖金，我也不要捐出来。对，没有这样啊 ，Lucky。没有没有，抽啊！没有没有，抽套发了，抓到了抓到了 ，lucky 了！捐出来捐出来，也要抽到啊！也要抽到啊！也要抽到啊！快点抽啦，烦死了！来，我洗了，你说停吗？很难。等一下，拿来我洗。好，快点抽啦！一样的，都一样的。你二号了，打了你抽他干什么？太难了，哎，命中率很低，好不好？快点，丫头定一下，他现在洗。来，丫头，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好，洗的乱了，你快点抽啦！先把钱拿，准备好，先不要删，抽不到啦。你抽到10000块，我再加2000给你。二号。我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哎哎哎，没有开玩笑的，说一下二号。有人都没有，扣红红10000，10000块，哇，烂卡！哎，我跟你讲，第一张是好卡，对我来讲是好卡。它至于是什么卡呢？下车告诉你，高来一，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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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得了了啊！我们这一关要挑战的青蛙就在我们的桌上了。哇塞，好大只，又肥又大又会跳。刚才有一个人抽到台湾有嘻哈，他讲话速度就快了啊，不得了了，非常快。台湾有嘻哈这个人呢，有够快嘴了，是 rapper 进场。又台湾三台 M 的兔子看到我，来来来来啊，台湾有嘻哈啦，没滚的喽。要死了！要死了！这个都要 freestyle， 要要要要要！黑头黑头黑人，黑人都会亲那个他喜欢的人，这就两个，对，他喜欢的，喜欢的，黑人都喜欢亲。我不要闹啦！他妈听不到！哎，你是唯一一个 cosplay 没有违和感的，你可以每一集都这样，对，超适合你。你也像美国土著，原始人呢？头发根本没有画大，好，各位，等一下，没一半了，30秒时间啊！30秒时间，你让我们的青蛙只要有一个部位，在第30秒的时候，在这个过关区啊，你就过关了。踩线就可以了，压线也算，压线也算。来，那我们可以选，可以，我们可以请问一下，我们可以选择。哪一支吗？当然，这5支呢都是你的选手，你可以选择看。来，第一棒，请就单动位置。立冬，他说雨。来，第一棒，立冬。喂，这边选蛙有6只青蛙，1、2、3、4、5，双蛙，第六只。哎，选择暴力蛙，暴力蛙，暴力蛙。选择一只你绝对会过的来。喂，首先，哦哦，你有看到？对，他在动。这个活力十足，活泼。活泼可爱，就是他。几号？他是几号？一号。可以讲讲话的时候，他就抓，不是最抓，来抓，你抓，你们选的抓，来抓，哎，抓看，你要应该是要抓出来吧？没问题，等下他说，预备，抓我 ，go go go， 我啦，取保线前可以的。它好吃哦！跳跳，没鬼不当鬼啊！跳跳，呱呱呱呱！没人来鬼啊！呱呱，怎么过了？没人过得了了！呱呱呱呱，没输赢它。呱呱，你要假装只是一只蚊子啊！你要在它前面啊！我这30秒好慢啊！时间到，失败，不会跳，对，来不会跳。第二棒请就位，来二号嘻哈哥，
选择五只的其中一只，选瘦一点哦，这只四号吗？对对对，来，请把四号移到战斗位置，来，你要抓的啦，要不敢啦，哎，你抓抓下来啦，你不要动，哎呦，你的腿，快点，赵哥来了，赵哥跳，赵哥跳，赵哥赵哥跳跳跳，跳跳跳跳啊，有有有，跳跳跳起来，跳起来，摸他了，摸他了。哎呀，我都过不了关了。我看看你，他好像开心耶。快点，饲料。哎，哦，跳跳，弄到谁啊？我跳吗？哦哟，打杀鸡。哎，这个太滑，他跳不起来。跳起来，看看，跳不起来啊。哦，哦，怎么跳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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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卡住了。时间到，哎，这个垫子很好用，可不可以给下一个？不是说不能碰啊。来第三棒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第三棒来了，头棒可以，没头发，错赛，让开，让开啊，让开了，没头发，哎，没头发，先说头发很好用，对，来了个没头发的，好，来，你选哪只你觉得厉害的？我选择五号，五号，为什么呢？哎，这个取其吉祥之意，五福临门的意思，五福临门，对，好来，五号请就位置。啊，不得了了！啊，来，三十秒计时，预备。好，一二三，跳！一二三，跳！一二三，跳！跳！送金赛，一二三，跳！哎，他很冷静哎。一二三，跳！一二三，跳！好可怜啊！跳！好，哎，很好，很好，表现的非常好。哪里很好？你很棒，一二三，你要胡渣，跳！你要胡渣，真的可以。胡渣，胡渣，胡渣，对，胡渣。是要好像是要吗？我觉得很像在帮他洗澡这样。哇，好棒哦！可能跳，真的嘞，好可怜哦。时间下一道，各位来四号，四号是谁？他过了，过了啦！哎，他是最接近青蛙的男人，你最了解青蛙了，还是你亲自上去跳？他最了解。来选一只一到五，这都不行啊，这都不行，你自己上去啊。不行啊，这一支颜色最不一样。三手计时，预备 ，Go！ 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给个面子，来，快快，加油！他说你很会，不行，他们今天都跟瞎人沟通啊。不是他今天，他不会跳了。挖两句看看，你看，挖没有他？来，挖！挖！啊，真不行。没有，你可能可以来这里诱惑他。对对，要相认啊！你是他的相认啊！你是他的领袖，对，你是他的领导。来，不用诱惑的，可以。可以，很好，表现非常。快点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加油！就快到终点了。停住，他有听你的。失败。你好无聊了。五号就位，我帮你说，你要哪一只？赵哥的那一只啊。他不怕。哎，赵哥那只是有动的，我知道哦，哎，他想动，快！一个是，一个是，你很活泼，哎，我没有，对，他可以，他刚走的很活泼，来来来，你俩快，好，你抓，你敢说，哦哦，三小计时，预备，哇！恭喜这关压头获胜，所有请问有哪场？怎么可能？好吃啊！人间的，而且他好活泼，他刚刚都没有动啊。又送走了一位美女啊，不得了啦！啊，丫头不见了，现在整个车上你很少看过一个节目，到一个杨千惠，全都是男的，全都是男生啦，男生闹鬼啊！我可以灌醉自己，我是女生。没有没有，各位，李毅嘛，李毅是男生嘛，李毅是男生没有问题嘛，啊，整车都是男生，对呀，男生还有一个老头在现场，哎，赵贝贝，赵贝贝，赵贝贝，你还可以吗？他
讲我，欠揍啊！你对吧？现在呢，我们要前往下一个关卡了。先说到金曲嘛，有一首歌呢，在去年呢、啊、是成为了整年度最受欢迎的情歌，叫《告白气球》。哦，这关卡呢就跟周杰伦的《告白气球》有关系了。什么关卡呢？等等，限时三十秒，需用瑜伽姿势刺破气球，率先达到指定数量的人即可收工。瑜伽姿势，柔软度，瑜伽姿势。对啊，我会给你们一个姿势啦，让你们刺破气球、啊。刺刺的。哎、欸，这一轮有什么卡？这一轮的卡不得了啊，勾魂。勾魂。哦哦，勾他勾他。OK 了 OK 了，没有这个。是什么啦？加薪，加薪，一万，哎，加薪了一万，哇，这好卡哎，加薪的 ，OK 啊，好卡，好卡，太难了，你们抽加薪，各位入围卡，入围卡又有吧，这一次又有入围的名单啊，立冬来，你可以选择入围的人，全部都好卡哎，哎，这次大概还要试吃吗？没得试了，没得试了，而且你看，坏卡已经被抽掉了，没有坏卡了。没有坏，你抽掉一个啦。对啊，哎，嘉兴最近、欸，各位跟大家解释那个入围卡的规则，要不要再跟你解释清楚一点？就是我可以选择入围，对对，决定没有人入围啊。对，张立东当自己玩啊，你可以自己玩，可以这样哦，可以这样选择入围，全部最近入围的名单。那你自己玩的风险就更大了，等于就是说，要么就是你 lucky ball， 要么就是我 lucky ball， 自己选一下。你这个 OK， 读这个二分之一，这个可以啊，因为机遇越来越小，分我钱，对呀。对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的钱就是你的钱，你而且你抽到你就有加薪的机会。赵立东，我出一万给你买你那张卡。哎呦，现赚哦！天哪，干嘛？我发烧哦！一万，快点卖！赚！赵立东，一万八又可以找回赵哥，可能是。是出一万八，你是人吗？我没有加薪过，就加已经一辈子加不了啊！加1.3而已，三八啊，才加三。来，立冬，你的决定是入围的有两万，你要卖那个卡了啦，一万八哎！你现在等于是稳赚，然后把抽加薪的这个机会给他试试看。对，好。是这样，你前也有了兄弟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一辈子兄弟。然后我加薪之后，对，开心，真的，对了，联合起来对抗他们。你听我讲了，但是观众没有看到现在哦，你们两个兄弟情很薄弱。没有啊，一万八，兄弟情又回来了。他们的兄弟情是一万八了，我出两万，两万。哎，张立东，张立东，哎呀，这边兄弟情又回来了，你的手被撕扯了，兄弟，兄弟，我们不一样，兄弟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两万的兄弟，豆哥，拼上去了啦，哎呦，加薪了，两万一啊，两万一，兄弟，一定要出。都是好卡，五万一是个好价钱。因为原本你们是2500兄弟，现在变成两万一兄弟，兄弟，升两万一。哎，大哥有确定要卖吗？那都 OK 了。两万一决定要卖的话，我们就要欢迎明娟喽。OK 哦，明娟，明娟，你那张卡一拿在车上的时候，它根本就是个废卡，结果你看到现在变成这个价值两万一耶，有钱。然后来录影花两万一，我是白痴。没带加薪的，没加薪的机会。豆哥，我帮你算一下，你这两万一给他之后。你总共在节目花了17万多了，上次花了8000，已经18万多，十八万，而且你有机会，这个花了又可以得到一支 MV， 15，哇，16，17，谁叫你18、19、20、21，刚刚好，所以，来各位，钱包被你掏空了，所以，道哥，道哥，请问一下，你现在这张入围卡有要使用吗？我要使用，那你有要入围人吗？还是只是重拳？好，那现在就是我跟你的对决。啊，我没有抽到 lucky ball， 大家都是我的，你也是哦。绝对玩，大哥你来，大哥你来，大哥你来，大哥你也是哦，来，我先。对，少伟哥你主持下，不是，现在是这样，对，当然你先抽了，但是你们两个一起亮啊，好不好？直接一起玩，大哥你也是哦，来来来，一起亮啊，一起，没有你先抽，一起啊，一起亮，一起亮，一起抽，对。抽你先，你首先握住之后，你先不要在抽球的道路上，我都不是很顺利。所以里面有什么？里面的一号跟二号，一号跟二号啊！你今天才知道，好荒谬！兄弟，听你，
已经不是重点的快摸了。对，一他妈跳，你知道吗？先不要出来，先不要出来。先先先含住，手上。我两个，我两个。有感觉，有感觉，含住就好。有啊，你一犹啊，这个一犹豫就不会走，一犹豫就不会走。好，来，到三楼，到三楼，观众朋友，来来来，到底 Lucky Ball 会不会在纳豆手上呢？各位观众朋友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来了来了 ，Yes， 哇 ，Yes， 有机会，这个气势对了。两万一值得了，五张卡，千万不要勾魂，千万不要勾魂了。车来接你，对 ，Are you ready？ 又来二号，水，好玩的，中了，中了。可是你刚刚抽到一号，有 feeling， 有 feeling， 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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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加加加，一万一，泪水泪水，一些泪水泪水，现在需要泪水，泪流满面。好感动，好感动，感谢感谢，好感动，好感动，谢谢你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新歌。又来二号，是，中了，中了。可是你刚刚抽到一号，哎，有 feeling， 有 feeling， 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加加加加，一万一，泪水，泪水，一些泪水，泪水，现在需要泪水。对对对，泪流满面，泪流满面。感动，感动，好感动，太高了，太感动，感谢，感谢，感动，好感动，好感动，谢谢你。不能讲，不能讲，新歌。啊，一万，耶！一万两番茄的，恭喜我这位，这一张加十，我叫你抽一号，你不会抽啊？那个泪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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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了一句，加十，加十，我不容易抽到一万块，赶快出，那两千拿去好，来来来，两千，两千先付，现在八千走。对对对，你刚才是不是有捐一千公积金？我们再把它捐出来。我还很好心的捐了一千公积金。你现在还要很好心的把七千块捐出来？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不行，我两万一百吃哦。我不做，我不做，两万了，八号麻衣啦，钱给我啦。太硬了，搞了快一亿了，要花一万一买了一张卡。哎哎，敬业一点，敬业一点，敬业一点，好不好？你赶快，我不想这一关的啦。赶快，你赶快去完成一个，说明一下，我们不期待的一个关卡，赶快去玩一玩。有一个人玩，把大家叫出来干嘛？对嘛？这个集合我们一群人看一个不精彩的比赛要干嘛？我在干嘛？对啊，好，没有女生啊，送两个走。我知道意思了，你会过吗？我知道意思。送了几回游览车，还没完呢。好啦，三十秒啦，把一万一的一人戳破了啊，就可以，好不好？我出力，我出力。好，豆哥请就位，三十秒，八颗，对，预备。这要看下盘，下盘。你看，好多颗粒，跳起来，咻，完蛋了，不可能啦，咻咻，刺破一个，跳起来往下压啦，咻，完蛋了，跳起来往下压，对，对，跳起来往下压，对，对，能跳，来，对，对对对，不能碰到杆子，不能碰到杆子，回锁了，我白花钱啦。好废啊！好无聊，可以快一点吗？怎么这么细的啦？可以快一点吗？大概没有在计时啊。好，我们就看那个，不是他们在无聊。我们有兴奋吗？我们可以上诉吗？这个在基隆夜市，你真的只要花十块，最多就五十就可以玩这个游戏。你花一万一，然后这样吐两下，这样很开心。老板连成本都省了。对啊，跟你玩呢。来，大哥，你示范。我花了一万块，我也要吐两下。你全部都给我一万还你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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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我再加一万。哇塞！来，精神都来了。他是讲在假庇护一定要加一万，这个行哦。假庇护化修，我老灰啊，都安尼啦。参与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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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你！我可以抓着我的腰还好吧？没有没有，他刚才没有抓。对啊，干脆腰，干脆抓针好不好？胡子，好了，黑暗抓气球啊！干你什么事啊？你们老灰好了。我说完公平啊！你安静了，你有意外出来吗？你是不是又挂机了啦？哎呦，不要气了啦！好了，继续开，来来来来，三十秒，
计时开始。挖高，没破啊！挖高，那都快十秒了，你看嘛？没有没有。有有，很上翘可以哦。哎呦哎呦，你要把杆子转过来，你的针歪了啦。几秒几秒，纳豆几秒，过半，过半不可能。哎呦呦呦，干嘛啊？下压，可以瞧一下瞧一下，压在，跳起来往下压，瞧一下瞧一下，下压嘞，下压超。有有有，你是狗啦，你。哎呀，什么姿势啊？你不要一万块钱，不要骂人，我受得了。他们人生经常是这样，我没有一万块够可怜的，就是他要被你这样，就是他，我刚拿一万块，我还分你两千块，威哥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分我，我还分你两千块，又被你当狗，狗年又可以当狗吗？两千块的兄弟，早上才兄弟，现在兄弟仇人，现在开始骂我，算是畜生，现在不要脸。抱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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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办？鬼啊！没有人喜欢游览车，全部上游览车啦！走走走走，上游览车就这样子啊！对，当然就这样。不然想怎样？一到下午你才知道我们的游戏是怎么样啊！好假的！好奇怪哦，你们在开心什么？不知道哟，你在不高兴什么、啊？没有啊，不高兴也没有不高兴啊。各位，我们接下来要前往的下一个关卡呢，跟去年呢很红的一首歌有关系。去年呢有一首歌呢是在 KTV 是热播排行榜里面前五名的歌曲。首歌呢就是佳佳的《佳佳酒》。我们是真的爱吗？我想问我自己吧。很开心你们还唱得出歌，我是一句都不想唱的。好的，所以呢，这一关就跟加加酒有关系了啊。这一关的任务就是，等等，每人一次机会啊，丢掷骰子需让所有点数相加等于九，上前挑战成功的人可以收工。好，没什么事的话，大家抽球啊。水，如果没有抽到的话，也是你的啊，你干嘛提不起劲呢？对呀、啊，你也有参与感一下，对不对？提不起劲哦，还没有什么，我是觉得我最闷啊。我觉得赵立东真的不行，为什么？没有赵立东，你拿这两万，如果今天不是我跟纳豆这样子搞的话，你今天实质是没有这两万。那叫你给钱呀？应该是跟大跟 PK 抓这个 lucky ball， 没错。所以我就说你要懂得感恩。对，可是你刚刚拿700块给我，其实那种小钱的人嘛。你现在包个红包包七百，两万一给700，对啊，他我压出两万的人，两万一你给700，这么多，不可以啦，我没爱他了，你怎么是给赵哥，不是给我、啊？不是500而已吗？太过分了。你是用红包包给他？张立东基本上他钱进他口袋就不会再出来。立东，张立，我们赶快抽球，不要跟那个抽球，不要跟那个墙头草说。抽球，墙头草，抽到钱拿到钱就兄弟，拿不到钱就慢下队。来，下一位，早上还是兄弟，下午就畜生。对，偷看呐，偷看，偷看呐，重抽偷看呐。他没有偷看的。你这种人啊，就是走到哪里都被人家嫌啊，你应该重抽了，我跟你讲。证明自己。好好啊，你是被拿的。八号。这个三号，这个凭运气的啦。骰子就是凭运气的啦。越是前面好。Number one。越前面。哎呦。有没有？凭运气的，你早点闪到就可以走了。我背过啦。小哈，六号。你是九号，刚好要甩九。九位，抢不到九号，抢不到九号。来来来，快点哦，把这个无聊的过程赶快结束掉。来来来。五张，随便抽，来。就是说，你身为一家线的几率是最次。加薪，加薪不可能的。没有人抽，每天两个人会加薪。你这个臭嘴，一定会开始会好。你现在几率，就五分之一了。啊，我刚花两万一买十分之一的几率，你白痴吗？四分之一，兄弟，先抓 lucky ball， 还可以再抽五分之一，这是十分之一。对啊。没有，你不要怀疑，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，一年了，就算重症了，就是前卫好了。好了，五张，来加薪了。为什么你一个人可以这么开心呢？这种人老天也不会帮他的。紧张什么？那都不会讲吗？我有什么车关啊？我有一定是你开车的。开车的，开心就让你死，不能让你活。来第几张？好，
选一下，选一下，反其道而行，哎呦，越不吉利的。主任啊，主任啊，主任卡是，我也想确实是，主任有时候是好的哦，来，出事了，出事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，你还没加薪哦。是先不要跟经理讲，不要跟经理讲任何话。没有啦，应该是不好。好的，不是好，不好的。各位观众，加薪，我扣你了。加薪，加薪，加，超吹，超吹，吹力超吹。发射，发射，发射，打不到，打不到我。加薪，加薪，加了，终于加了，大赚了，没有，大赚哥，人家五块钱，有眼泪，打结尾里面，对哦，不要啦，哦，好扯哦，又两万一又加薪，你这小心驾车小心，没体验吧，死吧你，你可以跟秋兰经理讲话了，秋兰经理，看这里。你都加薪了，哦，好无聊，来，加就一直加，快点快点，八号满意了，快点喽，八号满意哦，八号满意。这关啊，两个加起来啊，锁点啊，就可以回家了。嗨呀，太厉害了，所以呢。第一颗，如果你甩到一或是二，那就回家了。太了，这个可能一二。来，第一位，请就位。第一棒，一二不行，三四五。你的头好适合甩到一啊！哎，先看到一号。我先拿一颗，先拿一颗，先拿一颗，拿一颗。不要跟他过头哦，过头就好了。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，往后一点。小巨，小巨，小巨，漂亮。一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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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。你要五级，来来个五，来个五，不就回家了？五了，五子，好来，这个甩这个甩中了就无法无天了，五啊，五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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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天了，无天的五把五，我觉得你比较适合五没五五五五，哇没了没了，三五四三再来七点，七点淘汰淘汰，五连红饼第二棒。来来来，五连轰顶，五把无天，蛮难的，这就是凭运气呀，一个累，一个难，运气运气运气的，运气哥，就是运气而已，没有，赶紧走，哦有啊有有，三。预备，扯到二呢？哎，这录到现在，我觉得我们最严格的就是骰骰子。对对，没有任何游戏比骰骰子还严格，最公平的游戏。不要说唯一公平。哦，所以最我要差没差过头，没过头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过头，没有过头。你们无聊哎，在这个位，没过头也没过头，真的没。在这边看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一有没有过头？有有。来，没有。又没有过头，对，没过头，又没过头，过了，过了，过了，你过了，过了，失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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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失你们到底哪一个单元在游戏规则？对，就是这样子。不要一直摔两个，都破团。来，哈少远，你预备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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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过头就不行，我就过头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不行了，失去资格了，像我刚刚，我没有，我刚刚如果这样状况很大，像我就失格，状况没有啊，太远。
严谨的单元。好了，你不能闹。不要掉下来，刚好砸到你，不然不能闹，好不好？不能再闹别人。掉下来刚好砸到你。不能闹吗？没有闹，过来过。更爽，更爽，更爽。我没有过爽，对不起，没有过爽。真的吗？好了，不行，完了，失去资格了。像我刚刚，我没有，我刚刚如果这样照着你这样，那我就是一个，他会杀你的，上相干嘛？来来来来来，打你！两个老人在打架。老大不小，什么狗屁事？我是示范的，这是三国又示范，又是三国，好久。来，哈少远淘汰，对，应该淘汰。豆哥第一次预备，第一次，不同，过了，过了。好，有了，接下来你要甩到三点，你就可以过关了。不可能啊！我跟你讲，你这一次甩哈，可能都没有多很多奖项。不可能啊！不能踢哦，不能脏哦，不会。这个游戏好可怕！没有帽子啊！不要啊！洗吧，甩个洗吧，甩个洗吧，恭喜获得一根香肠。来，六号，我来。不要闹，九哥来了，过不了了啦。你要遵守规则哦。哎，遵守规则啊，过头啊，走开啦。有了。三你就过了，可以过。没有。预备。没到必要时刻。没有过，有过头了。下一棒，我是女生，你们不可以弄我。来，谁敢弄我？不好吧？会生病哦。我跟你又没仇，奇怪哎。来，有没有什么弄的？被人想被弄，被弄了。好。完全符合我们游戏规则的，又有过头又没有打到，对，而且又是一点，太厉害了，对，一点都没有意义的，照过来，不能砸到自己哦，你为什么感人呢？你是自己当维士是不是？你一直把我们都推开嘞，自忠好不好？我回家了。第二次预备，三点。他只有三才能过关啊。三，不可能。三，快动。三，快动。没了。不要四，不要六，没了。四。哎呀，差一点。好可惜，好可惜，怎么这么可惜呢？你当我怎么这么可惜呢？我那么可惜啊！还不会，我就是上帝眷顾的那个幸运儿。九哥，你应该是直接就一或二了。有过就过，没有过就没有过。有为什么？你命就这样，来，很简单，就是淘汰了。来，这一关，所有人淘汰，请回游览车。
非常倒霉的一群人哦，连个酒都省不到。接下来就要前往今天的啊最后一个关卡了，不得了了，因为音乐教室啊要让大家好好练习各位的歌喉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一关呢跟歌喉有关系了。哎、什么关卡呢？等等，歌名猜猜乐，限时100秒，两人需轮流喝水唱歌，并让观众猜出正确歌名。率先答对两题的队伍即可过关，其余成员需接受养生大补铁的惩罚。养生大补铁，喝水唱歌，那有些歌我们不会唱，怎么知道嘞？哎，那就是你年纪大、啊。其实有些歌我还蛮熟，常去 KTV。觉得你现在最年轻、最流行一首歌是什么？你认识到的《香囊尽桃》。香囊尽桃。好，各位，但大家也不要这么丧气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这一关虽然是最后一关，不过我们放了一颗 Lucky Ball 在里面。相信我，那就是我回家了。对，因为这颗 Lucky Ball 呢，没有 Lucky 卡，而是抽到 Lucky Ball 的人可以直接收工。逃过惩罚，因为现在是单数，对，好、哦、双人赛、哦、要逃过惩罚，直接回家。你先抽，你们真的好不按牌理出牌哦，真的。对，请抽球。Lucky Ball， 可以 ，Lucky。哟，怎么样？姐，我们又离 Lucky 近了一步了，你快点啊！都一样的，这是命的问题啊！我觉得后面他们会知道。Lucky Ball， 我知道我的女生了，流水没有意思。女生，不要小看，对，不要小看。Lucky Ball 就是女生。Lucky Ball， Lucky Ball， 耶！谢谢大家，我上歌了。偷看，偷看，偷看。有没有犯规？有没有犯规？有没有犯规？那个镜头，我是面对镜头哎。偷看了吗？哎，怎么会 Lucky Ball 怎么会？这手机都是女生都不见了，哪有一个节目全部都只剩下男生？奇怪呀，像男生女生都走，总共只有那个号，只有一个而已，是不是？连手机都不要了，至少来个小优也好嘛。千万不要，他们会提醒你。小优最后一次，谁四号？谁四号？好无聊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我是号，我是号。我跟新龙哥一样，新龙哥握手，哎，一那么正在卖吗？我跟你买 ，OK， 你买 ，OK， 我买，连这种钱都要赚，你要买，你要买吗？想回家，要带钱，没卖吗？那我你以为我会卖啊？我都卖了，我都卖了，可以买，来，出奖啊，来举奖，抽完有来，3000起标，3000起标，我帮你，我来帮你主持公道，一定要赚钱的，这可以卖啊，3000起标，来。有人会一直说没有人家买，不能卖。好，我们今天八号买。赵哥，赵哥为什么买？赵哥，你买的 SD 有切图吗？受伤太深，这2000块，买假的。来，不要收工。我要收工了。好，各位，恭喜你收工。各位，请发号码一。哎呀，怎么赢得这么轻松啊？回家不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吗？抽颗球就走了嘛，对不对？而且又没有钱可以赚了，我留着干嘛呢？好啦，走啦，拜拜，各位哥哥们，再见，拜拜。啊，好开心哦！Either way you're gonna be victory for me, Caprice, please, I ain't hiding, yeah, it ain't hard to find. 对啦，嘿，我们来到的是基隆庙口夜市啊，好多人哦，好久没有来到夜市了，对，这边周围都是我们三国志的粉丝，好，看起来不，看起来不太像，不是，很多只是经过而已。来，第一组，请找你们的观众朋友们，好人，不要说你要找。大家喜欢唱会唱歌，后面也都有啊，都是可以走的。对啊，来，你俩，哎，快来，来，不要强迫人家嘛。他刚开始看我们，我们大家拉他 ，Q 我们嘛。同学你好，胜算就在你手上，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往前站一点。三点水江啊，江小姐，江小姐，江明娟，江明娟，来，厉害了，来了，来140秒，100秒，预备，第一首。不水，没水不能唱，快点！哎，我听出来了，什么？歌名不知道对不对？很明显哎，哎，他们歌唱完了，但是他
不知道歌名？什么？你不知道歌名？完了完了，歌词你知道吗？好，要 pass 吗？pass 了，来下一个。pass 了 ，pass 了，你们唱得很清楚，这个更简单。来什么歌嘞？他们不讲歌名，什么歌名啊？不是叫你唱啊，是让你猜歌名啊！不要答对，这里先等你。来，先来了。哎，不计时啊！来，时间到。不对，不能对观众生气。对，你他妈的讲错了。我谢谢，我谢谢。龙姐，龙姐，我没有唱过。粉丝退到站。第一首是。第一首三天三夜，他已经想把它唱出来了。他讲三天三夜，三天三夜，我不要听写，我不知道歌名呢。对啊，他还唱出来哎。第一组你要暂时买哎。感谢点加盟学，谢谢。第二组，哎，来，事实证明找人很重要，选人比选歌重要。没错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要找那种。看起来很常去前柜，一看就是常在前柜的，选这一位，这一位，来，哎，哥哥，来，三月，对，我要帮你亲。他是我的队友来干嘛？不能选的，不行的，不行，来，选的。对啊，这边有没有？谁想去 KTV 唱歌的？什么不是你？就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，拜托，我拜托，我叫你而已，叫来的，教官，你不是来媒体的，麻烦你，来媒体，来媒体的，他们是他们来站好，你神不灵，太媒体了你，你刚买什么东西？不好意思哦，这个赵老先生吓到你了，他平常干嘛？他全部都是你拖进来，平常会去 KTV 唱歌吗 ？OK 吧 ，OK。一百秒计时，预备。再送一组，你们机会来了，哎，麻烦一位观众，第三组，麻烦了，来，糟糕，债呢？要口吐了，要跟人要钱，好像讨债一样，是，可以，来，你朋友一起来，你们两个一起听比较快了，跟我几组啊？第一题，预备。看不懂，都不懂，看不懂，会不会？水要补多一点哦，对啊，水要多一点，对啊，赵哥多一点啊，赵哥多一点，来，第二题，不是，那要从第一句是什么？看来这题太难了，第三，你还不知道，快点，头一句，回去看，你也会不知道了。一二三，
不行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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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换题呀！我你是我的花朵，你是我的啊！这一题是什么？来买的人唱出来，谢谢谢谢，来来来，还有我们，我知道有一个很会猜，谁？还有哪一个？哪一个？谁？好来，预备，一百秒计时，预备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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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高音的，接续，接续。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！我要笑死了！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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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。我这边还是这边。我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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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！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！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！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！哦，这简单，这太简单了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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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快！快走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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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再走不能走不行，走了，准备。再动作。七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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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不要不要真的饿嘞！恶心！恶心！又在换你了！换错！挑战失败！恭喜，只有第二组过关！老哥呢？不会啦！最终惩罚，我们先不抽球，先看你们要吃什么养生大补铁，不得了了！蜘蛛或者是什么？各位观众，蝎子之类的。养生大补铁。就是这个，哇！这怎么吃？效果，你们效果要做到精亮，可怕！这不能吃的，是保育类的吧？这只有没有？这只有没有？是风筝吧？什么东西？苏庆鼎，这是什么？是蜥蜴吧？壁虎，壁虎了。哪有那么大只的壁虎？有大只的风筝呀，壁虎。但是呢，我们只有两个人要吃，就一组一组吃。没有，我真的很怕哎、欸！而且吃了这样会长脱毛。一、二、三，黑球，黑的，黑球，黑的，黑球。哎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哦。其他的是射球，只有你的是黑球，好不好抽嘛？这个不吉利的东西把它丢掉。哎，林玉专吃这个。哎，林玉你好爱吃这种。我都跟别人吃头，吃头。哎，先抽头咬一口，不能咬头啦。要先啃头。他眨眼了，你有看到？他眨眼呐。这手你看你自己看。你吃，两个人。两个人一人吃一只，而且让咬头哦，一人吃一只啊，一人吃一只，咬住吗？它粘住了呢，咬不掉，转了，一扭它就断了，要含住它。你试一下，我不需要，我赢的，不好意思，我赢的。赵哥讲风凉话都不一样，风凉哦，风凉话，赵风凉，正面啊，大口张开，好了，大口张开，谁先？林玉先，一口气，一口气。大口啊！一声这样子，哎，对，咬不断，咬断，是咬不断，你没咬了，太硬了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你可能，你可能这样，你看着他可能会害怕。来，把眼睛闭起来，来，你咬，咬一下，转一下，他的竹签，你不要咬到竹签的，里面竹签，里面竹签，里面，他流口水了。他变身队友，队友不断的，队友队友，那会断了会断，那金鼎哥先上来，咬断，好，哎，我要咬，大家掌声先鼓励一下，好像很稀落，现在新龙哥男神男神卖艺啊，大家咬起来，排一前走，来我们来掌啊，男神卖中药啊，一二三，哎呦，转一下。哇哇塞！哇！用力把他的头咬断！
吃掉了。你把它当油干。你来，赵哥八没有赵哥抽下来。赵哥你好热心哦，热心助人。我们是同事，同事了，兄弟，没事啦。不用问的。一、二、三，找到吗？把他的什么？哦，对，告诉我们交朋友很重要，很重要，不要跟赵哥这样，赵哥太忙了，赵哥就不要有一天输掉。好了，大家辛苦了，好不好？下周同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综艺三国志。